现在同学们听到了吗？现在可以听到吗？哎，很好，听到了就好啊。好的，那欢迎来到中文路的直播课。我呢是胡老师，来自中国的厦门。呃，那是大家今天直播公开课的这个主讲老师。为了课程体验更好。 和更高效，请同学们保持 WiFi 状态良好，准备好笔和纸啊，可以做一些笔记。另外，也欢迎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跟老师举手互动啊。那不过也请同学们在举手发言前，那、啊、检查好自己的着装啊，检查好自己的摄像头啊和麦克风等设备。 啊，也保证衣帽整齐，房间安静啊，给其他上课的同学创造一个良好的啊视听环境。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京剧啊，中国的京剧。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了解过京剧呢？肯定有同学过，肯定有同学听说过京剧。 对不对啊？那有没有真的听一曲京剧呢、呃？有没有看过一次京剧的表演呢？哎，相信呃这个就很少有同学了啊，因为现在这种表演不是很多，对不对啊？不过呢，我们总能在电视里啊，电视里啊，或者是电脑网上啊，看过京剧的一些片段。 对不对啊？那如果是一场京剧呢，往往是很长的啊，两三个小时，哎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有看过一些片段也可以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京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京剧啊，哎，是一门包含着，如果有看过同学一定知道，它里面有音乐，有舞蹈啊，艺术。 甚至有杂技，也就是这个词，杂技，杂技啊，这也就是京剧啊，所有的有音乐吧，有唱歌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有舞蹈吧，有跳舞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啊，包括这个人打转呀、啊，是不是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动作啊？这种的杂技也有。 所以它呢是一门综合的艺术，综合的艺术是中国最具影响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啊，也就是中国最有名的戏剧了啊。中国呢不仅仅有京剧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的啊，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省份啊有不一样的戏剧。那其中最有名的是什么呢？ 哎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京剧，京剧，中国的京剧被称为东方的歌剧啊，像歌剧一样，莎士比亚，Shakespeare，对吧？啊，像这种的歌剧啊一样，中国的东方的歌剧是中国的国粹，国粹啊，也就是中国传统的。 艺术里最具代表的啊，最具影响的。那京剧的京字“京”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“京”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一定有同学知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京剧呀、啊？是因为呢，哎，它在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哎，就是一八二一年到一八六一年的时候形成的一个新剧啊，新剧种。 那你看看它到现在，呃，也有大概两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两百多年的历史。哎，那它形成于哪里呀、啊？哎，它是形成于北京，在北京形成的，所以我们叫它京剧。听懂了吗？哎，好的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将从 三个方面来介绍京剧。第一个，京剧艺术有什么样的艺术？一个概括的。第二个，京剧的分类。京剧的分类。第三个，京剧的脸谱。京剧的脸谱。好。 那稍等，我们就来讲第一个京剧的艺术。稍等一下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京剧艺术。京剧艺术，第一幕，京剧艺术。 来看京剧，首先看京剧的起源，起源还记得吗？老师刚刚说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哎，有两百年的历史，两百年的历史，呃，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新剧呢？因为它的历史并不久，对不对？哎，还、呃、有两百多年啊。那中国地方呢，有很多不一样的戏剧，啊、哎，其中有一些戏剧呢。 要远远超过两百年啊，要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啊，比如说昆昆曲呀、啊，啊，比如说这个川剧，比如说豫剧，有很多的戏种啊，但是呢，京剧形成了以后啊，那它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戏种，那它呢是由很多地方的剧种融合而成。 里面呢有很多哎、呃，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啊，不不同的戏种、啊、融合起来了，形成了一个哎比较完整的剧种，这就是京剧啊，那是中国最大的戏曲剧种。京剧是综合表演艺术，集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为一体，五个。我老师再说一遍啊。 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。唱呢是唱歌唱，对不对？唱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唱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念，如果有同学看过京剧，就知道京剧不仅仅只有唱啊，不是啊就唱到底，对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那还有念，也就是说啊、呃，两个角色或者甚至是一个人两个人。 啊，他们的对话、呃，一个人自己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是说出来的，也有这样，这就叫念。做就是表演，这这几个人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啊、呃？打人啊，呃、中间有有打斗啊，哎，这都是表演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把故事表演给大家看，哎，这就是做，这个做。 下一个打打，哎，就是武打，有很多要对打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在拿着一些武器打的这个场景也有啊，还有呢，就是舞蹈跳舞的时候也有，所以它是集这五个为一体的，大家记一下啊，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啊，这个综合的艺术嘛。 对不对？哎，好，那他呢？续演故事，表现人物，表达了这个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惊、恐、悲啊，很多不一样的感情、啊。有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，有的时候是生气的，有的时候呢，哎，是悲伤的、悲哀的啊，有的时候又是快乐的，还有的时候，哎，是惊、惊讶、恐。 害怕这样的景，呃，各种的思想都有啊，都有。好的，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唱念做打啊，这就是京剧的四个表现的手法、啊、是怎么样演出来给大家看的呢？是通过这四个啊，唱念做打。唱，唱功的第一步是喊嗓、吊嗓。啊，如果大家有看过。 呃，一些京剧类的这个京剧的电视剧呢，哎、呃，比如说，呃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火的一部啊，这个呃黄晓明啊，这个尹正两个人主演的啊，并边不是海棠红，哎，这部呃电视剧呢，哎，就表现了这个京剧艺术和练习京剧啊，以京剧为他们的工作的这样的一。 一一批人啊，他们的发生的一些故事啊。那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这个练习京剧的，哎，这些唱京剧的人是怎么样平时练习的呢、啊？平时是怎么练习的呢？哎，大家如果有看过就知道了。他们很多的人平时一早上起来都是要喊嗓子的。啊，大家如果有会唱歌的同学也知道。 你正式到舞台唱歌之前，要做什么呢？要把嗓子打开，对不对？咿呀，哎，这样的喊嗓，对不对？哎，来扩大自己的音域、音量，锻炼自己的歌喉的耐力和音色，也就是做一个锻炼，要喊，每天都要喊。所以他们呢，呃，这个练习也是非常辛苦的。如果也想演一部。 呃，想做一个好的京剧演员呢，哎，要从小啊，经过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练习才可以。下一个念，念与唱相互配合，只有念那不行，没么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演戏了。那只有唱也不对，所以京剧一定要有念也有唱。 是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艺术手段。做，大家要注意啊，那个这些京剧，京剧在表现中呢，他们的念啊，也就是说出来的那些话啊，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普通话啊，而是呃加了一些改工的啊方言，所以呢，这个呃包括大家。 啊，这个甚至说我们很大部分的中国人也听不懂，也需要啊，现在人看京剧呢，也需要字幕，也需要看字儿，哎，我们才能清楚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那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呢？哎，因为按照传统来说啊，都是说这种的特殊的方言的啊，也只有说那个方言。 哎，才有表演的味道，才有京剧独特的味道，这个大家要理解啊。好的，那下一个呃表现手法呢是做做呢就是表演，对不对？哎，表演技巧一般呢又特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啊，有一些比如说啊看书啊啊这个拈花啊，哎这样的动作哎都是做的一部分，打。 也就是格斗场面啊，格斗场面，大家要注意啊，京剧演员京剧舞台上的打，并不是说跟我们平时这个呃两个人生气的打架一样啊，我这个打你脸，然后呢我这个薅你头发，并不是这样的啊，那他们的打呢是艺术化的啊，艺术化的，并不真的是啊像我们看电视剧。 啊，像看电影动作片啊，成龙那样的打不是的，他们的打呢有点像表演，有点像舞蹈，但是是以呃武打格斗啊这样来作为这个表现的基础的，这个能明白啊，这个能明白，哎、呃，不要看京剧的时候说，哎，他们怎么不真打呀？你看我要是打，我应该这样打不是的啊，他们是为了表演，为了好看。 来表现自己的基本功，来表现自己的身段，所以他们才那样的表演的，这个能明白啊？好的，那这四个要记住了，表现手法，再跟老师读一遍：唱、念、做、打。哎，很好啊。来看，京剧是不是要有音乐呀？ 哎，那这些音乐是用什么样的中国的乐器来演奏的呢？哎，主要有第一个打击乐，打击乐就是，哎，这样的打击乐，有板、鼓、锣、板、鼓、锣。能告诉老师哪个是板吗？A、B、C、A、B、C，哪个是板呢？猜一猜。 哎，很好，心爱答对了啊，板这一看就是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在中国的一些相声啊，哎，一些这个很多表表现的这个艺术的手手法里都有板的运用啊。那这个鼓就是 B 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鼓，这样敲的鼓啊。还有锣，这、就是锣，锣板。 鼓锣，哎，这样的打击乐器，往往是在啊，这个两个人开始打了对，对，之后啊，然后呢，很紧张的时候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啊，这样敲鼓来表现。所以打击乐器呢，称为五场，五场啊，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演员们啊，要表现打斗了，啊，争论了，爱、哎、这样的呢，用这种乐器。 那如果不是打斗，比如说我是呃看花啊，哎我是跟我的朋友交谈呀、啊，哎这样的场景用什么乐器来表表现呢？哎用什么乐器来配配乐呢？就有二胡、月琴、三弦啊三弦，二胡、月琴、三弦，这个就是二胡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，中国很有名的这个乐器二胡。 这是二胡啊，他拉的这个也叫二胡，是拉的，哎，是这样拉的。这是月琴，月琴啊，它有点像大大的月亮，所以叫月琴。哎，是这样弹的，弹的啊。然后三弦，哎，也就是三根弦，然后长长的，然后呢不是拉的，它跟二胡有点像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不是拉的，它是弹的，它也是弹的。 哎、呃，这样弹的，这是二胡、乐器、三弦，哎，这要记住了啊。那这几个乐器呢，一般在表现啊没有打斗的时候啊，会用它们来配乐，所以叫文场，叫文场。好的，哎，我们往下看啊，来猜一猜，这回要带大家猜的时候了啊，听老师的问题。 这个演员他在走路的时候，那你觉得他拿的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看看有没有同学呃能清楚啊，或者呢能懂。他拿的这个穗穗是什么呢？一节一节的。 不知道的大，大胆猜啊！猜错了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能告诉老师吗？这个演员他拿的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？哎，那老师啊，相信很多中国人。 不了解京剧的也都不知道，这很难猜。但这些演员确实一到了要要去干嘛的时候啊，尤其是要出去打仗的时候，总是拿着一个这个。你看，这个肯定是他的武器，是他的武器啊。娜娜说这是这个是武器，不对，那他拿的这个枪，哎，这才是武器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会儿来说啊。第二个问题。 第二个问题，这个演员，你看他们俩都有，后面背这么多旗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背这个这个旗子呢？这个老师一说你们就知道了，所以老师不做选择题啊。不过老师一会儿。 为了更好看，确实很好看，但是它更多的这个意思还不是，没关系啊，大家不知道，那、啊、一会儿老师就告诉啊。再问大家一个，你看这些人走路为什么要拿一个旗子挡着？ 你看他呢，拿着一个旗子逃避，不对，他们是逃了，想想跑了，不对。你看啊，这两个人一看就是下人的打扮，对不对啊？仆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个人呢？哎，一看就是主人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大家还有这最后一个问题啊？这些演员为什么要拿这个大旗子？ 啊，来回的跑。大家如果都知道这些问题了啊，以后就可以，如果看到京剧的时候，可以给自己的家人、朋友讲一讲。哎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来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，老师要底了，揭开谜底了，有点那个，差不多了啊。 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他拿的这个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马鞭，马鞭。大家要知道啊，京剧呢表现了很多大的场景，打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武打的，啊，走路的、出行的，啊，这样的场景。 那不可能把，比如说马也牵到这个舞台上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把这么什么这个山呐、啊、什么的都都变到舞台上来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没有这个后面的这些大屏幕啊什么的，对吧？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京剧呢是用简单的道具代表了很多啊生活中会出现的东西。那这个呢就是马鞭，代表着马。我拿着这个。 啊，我拿着我拿着这个鞭子啊，就代表我正在骑马呢。哎，这就代表我正在骑马。然后呢，演员往往是这样这样这样，哎，就好像坐在马上，对不对？哎，其实是没有马的，他用这个鞭子代表了这个马啊，这是马鞭。那来看他们为什么打着这么多旗子跑呢？这些演员呀。 这些演员呢，不是很重要的演员，所以京剧里叫他们龙套。龙套，他们打的这些旗子呢，哎，是代表着很多的军队。他们拿着这些旗子啊，这样跑过来，哎，就代表很多的军队、很多的士兵来到了这儿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、嗯。那你看看。 大家注意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拿这个旗子挡着他们俩呢？要看这个旗子上面有什么。这个是个轮子，对不对？这是个轮子，所以这个旗子代表车坐的那个车啊。那他们呢，就是他呢，就是驾这个马车的人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是车，他们坐着车走呢，这个意思啊。 然后还有这些背旗啊，这个一些演员背后面插的旗子啊，其实呢是当时用来传令的啊。那我比如说我拔一根旗子啊，下令去这里进攻啊，这个令啊都是这些旗子。那插在后面呢，就表明我是一个将军，我不是小兵，我是很厉害的啊，我有我是个将军。 是表明这样子，大家懂了吗？你看他们都是能够带兵打仗的将军，所以他们背后才有这个旗子，懂了吧？啊，很有意思啊，这是京剧的一些道具。来啊，我们来猜一猜啊，这个猜一猜啊。 这个呃，这个几个人中间啊，几个人中间有几个将军？有几个将军？第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有知道的呢，可以举手告诉老师。这幅图里有几个将军？可以举手跟老师互动啊。 有知道的吗？好，啊、呃，两个，对，没错，两个啊，哪两个呢？呃、哎，有人说三个啊，啊，两个打错了，没关系啊，没错，就是前面对打的这两个人，一、二，一个蓝色衣服的，一个白色衣服的，这两个人，这、就是将军。 不是一个是两个，后面坐着的呢？哎，不是，因为他们背后没有插旗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啊、呃、是在观看这样一场打斗。下一个问题，来啊、呃，告诉老师，告诉老师，他为什么拿着这个红色的东西呢？ 为什么拿着这个红色的东西呢？嗯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颜色呢也表示着马的颜色，红色的马代表着呢他骑了一匹红色的马。很好啊，哎有有知道的完全可以举手嘛，老师还能跟你视频，对不对？哎你也能练习练习口语。 下一个问题啊，知道的可以举手啊。这个就要你猜了啊，这个就要你猜了。这个题子代表了什么？有点难啊，代表了火？不对。 啊，不对。如果代表火啊，这个旗字的上面、旗字的中间会有火焰，这叫火旗。但这不是火旗。大家可以看这个旗字的形状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想一想。 猜不到了，没关系啊，老师告诉你，这个旗子呢是风旗，代表着现场起了很大的风，所以这个旗子才会变得这么样的飘扬。你看这个旗子用的材质呢是跟之前的材质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很很薄的，很容易飘起来的旗子，所以它这样扇过去就代表现在已经起了非常大的风。 这叫风起啊，风起。好啊,啊，没关系啊，不知道的，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京剧的分类啊，京剧的分类。京剧呢，哎，表演京剧的人分为四个类，跟老师一起读一遍啊，生、旦、净、丑。生、旦、净、丑。 四个啊，京剧的啊表演的行类啊，也叫四个行当，也叫四个行当。来看，生行指的是表演中的男人，所有男的啊，所有男的啊，不包括这个净行和丑行啊，其他的这种啊，脸上没有很多化妆的啊，男人叫生行。 那旦行指的是女人，舞台上所有的女人叫旦行。净行，哎，指的是脸上有脸谱的，脸谱涂满了的花脸，大花脸，这个叫镜行。虽然他们也是，比如说我涂一个花脸，比如说我是关公涂了一个花脸啊，那呃，关公肯定是男的嘛。 但是它不能归入生行，因为它涂了这个脸，所以它叫静行，静行啊。那还有一些呢，哎、呃，用来这个比较搞笑的啊，然后呢，呃，会往往会涂这样，中间会涂一个白的，啊、中间会涂一个白的啊，角色呢都是比较这个呃搞笑啊，然后也故意卖丑啊，让大家逗大家笑。 哎，这样的角色呢叫丑行，也或者叫丑角，丑角，四个行，生旦净丑四个行啊，四个行当、嗯，来看一下啊，来。 好的，可以听到吧？应该可以听到啊。我们来看第一个行当，那在这个旦行里，旦行里有正旦，俗称青衣啊。那一般这种角色呢，常常呢穿青色的衣服，主要呢有庄重的青年、中年妇女、青年、中年妇女。 比较庄重，而且呢，一般比如说啊，身份比较呃这个比较好，比如说林黛玉呀、啊，哎，比如说这个呃、啊、一些呃、啊、贵族的妇女啊，都是这种正旦啊，青衣。表现特点呢是他们都会以唱功为主，他们唱的特别多，啊，动作的幅度啊不是很很多动的。 不是很有什么武打呀，啊，有什么跳啊、蹦啊这样的动作呢？很少，啊，他们是以唱为主，他们唱的好，哎，这个就是好的表演，好的演员，啊，这叫青衣或者叫正旦，女生啊，这、就是女生，旦行都是女生啊、呃，那如果是动作很多的，要打仗的，啊，你看他戴这种大帽子，然后有这种。 大的这个须子啊，这种的呢，哎，一般都是将军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是女将军，叫刀马旦，刀马旦能唱能念能做，更能打啊，这叫刀马旦。多呢是女将军，比如说花木兰，最近要上映这个电影了，中国的女将军花木兰，对不对？哎，她是刀马旦、啊、还有呢，穆桂英。 啊，还有很多这个中国传统的啊女将军，他呢这种叫刀马旦，跟青衣那个不太一样了啊。同，但是他们青衣和刀马旦呢都是旦行的，都是女性角色，对吧？嗯。好的，那下一个叫小生，小生，哎，比较青少年的男子，青少年比较年轻了，二三十岁。 大概是这样子，二三十岁啊，你看，他们脸比较白，对不对？哎，小生，啊小生啊，穿的呢也比较有花啊，哎，颜色也比较鲜艳呀、啊，这叫小生。那他这个刚刚的这个啊，肯定是文人啊，文人，呃，不是将军，对不对啊？那如果是将军呢，叫武生，武生。 擅长武艺的角色，武生呢，不但要求你武功好，还要优美端庄稳重。对于武生的要求，武生啊，武丑，武丑，丑角，哎，他们是丑角，比较好笑的啊。你看，一般呢，丑角的一种，一般是指有武艺而性格好笑的人物。 天重武功啊，也有人称为开口跳，多是神出鬼没的武林人士。这种角色比较有特色啦啊，神出鬼没的，比较神秘。武武丑，他们也是需要打的、啊，但是呢，他们又要逗人笑，所以他们还是丑角。能告诉我这是谁吗？这个角色是谁啊？ 有同学知道吗？哎，很好啊，很好，我看到了。孙悟空，哎，对，这就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，在京剧里的角色啊。孙悟空肯定要是要打的，对不对？那孙悟空的一些说的话呀，哎，动作呀，是不是比较搞笑，比较让大家能够笑出来啊？所以他叫无丑，这叫无丑。来，呃，找同学啊，找同学。 老师希望有人能举手啊，这样老师能跟你啊面对面的一个交流。来，告诉我他们两个的行当是什么呢？这两个人。 是什么行当的？四个行当都是什么来着？生、旦、净、丑，四个行当，他们俩是哪个行当的？有没有同学知道？现在说丑，不对。 呃，宝霞，哎，比较了解对吗？嗯、呃，那也不对，是哪个字儿啊？是那个“经”吗？宝官是什么？哎，很好，他们俩都是净行的，都是净行的。 因为是大花脸，有脸谱在脸上，啊，就叫静好。有同学都知道了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你看他脑袋上的这个是什么？月亮，黑黑的皮肤，啊，这边有一个月亮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包拯，包青天，包拯，包青天，啊，很好啊，很好。下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哪个角？哪个行当？ 哎，很好啊，很好，丑绝了，啊、丑绝啊，也叫丑行啊。你看，这才是丑行啊，一看它就比较令人呃有点好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叫丑行。这是哪个行当？行当中的什么？ 哎，有同学说蛋，蛋对不对？大部分同学都答对了啊，武生，这是武生，一看他就能打，而且他他他还是一名什么啊？还是将军呢，对不对？后面有这么多旗子，一看就能打。你看他又不是有，又没有很多化妆的，啊，所以这个 b a 包，包。 就是那个波凹包嗯，对，它是五声。那大家呢？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哪个行当呢？有同学说静，行，不对，还真不对。 不能说啊，第一个，我们看的第一个，他们有胡子，那净行都有胡子，那不是的，啊啊，有胡子的都是净行，那也不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回那个，这回宝霞答对了，不是京啊，不是京，你这个拼音还要后面还要加强啊。 可以报那个中文录的这个拼音课啊，基础的，不是精啊，是轻。老师打出来给你看一下啊。有同学说，有人说是武声，有人说是老声，有人说是小声，大家觉得是哪个？首先，这个武声是什么？打仗的，对不对？打仗的，肯定是声行。 肯定是生行，呃，因为你看他没有太多化妆的，你看他不是大花脸的，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化妆，这就是生行男性生行啊。那武生，你看他穿的衣衣服，一看就不是打仗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哎，一看就是，比如说我是当一个大官儿，哎，穿这样的衣服，所以不是打仗的。 那他小生呢？也不是，他有这么多胡子呢，他能是二三十岁吗？对不对？他应该四五六十岁。那他这个行当叫老生，生的一种啊，叫老生。嗯，刚刚宝霞答对了，对吧？嗯，很好啊，老生。来看这个，它是什么？ 有五旦吗？有五旦这个东西吗？有五生没有五旦。哎，很好，这叫刀马旦。旦这个行当呢，有点不同，年轻的呃比较正的，中年的、青年的都叫青衣然后会打的呢，叫刀马旦。这个要记住了啊，刀马旦，旦行的。 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幕，叫京剧的脸谱。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京剧角色啊、呃，尤其这个镜行，对不对？镜行的脸上是有脸谱的。那你看，这两个人同样都是有脸谱的，同样都是镜行，他们这种脸谱给大家的感觉是不是不一样啊？一个是黑的底儿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白的底儿，有什么不同呢？ 表现了他们什么样各自的性格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啊，京剧的脸谱，脸谱指的是传统戏剧中演员脸部的彩色化妆。这种脸部化妆主要用于镜和丑，镜花脸，丑小丑丑丑角。丑觉 精致脸谱呢，具有象征性和夸张性，它用夸张和变形的图形来表现角色的性格。啊，我们来看，不同的颜色代表着这个人物有不同的性格。一般来说，红色，红色，你看这个红色是谁呀、啊？我们一看就能知道，关于。 对不对？哎，关羽、关二爷、关云长，对吧？啊，那他的红色一般就有忠诚、勇敢，带有这样的性格。关帝圣、关圣帝君啊，对，多为正面的角色啊，所以脸谱是红色的呢，哎，多为正面的角色。那呃也是一般啊，大家要注意，这是一般，不，并不是所有的。 并不是也有些特殊的，这个我们今天不说啊。那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啊。黑色刚刚说了包拯，对吧？啊，包青天，他呢代表他的性格比较直接，我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呢比较勇猛，干什么事情呢就比较敢去做，而且呢又有智慧，黑脸还有一种智慧。 包拯有没有智慧？肯定是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很会判案呀、啊，很会断案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方法让那些坏人，呃，找出来那些坏人，所以有智慧。这、就是黑色，白色，白色一般都是反面人物，坏人，不好的，代表阴险、奸诈、狡。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，白色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刚刚的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他，他的表情，哎，就感觉呃我很有智慧，而且呢我不怕你这样。那你看他呢，他的脸，他的这个表情，他的这个五官，就给给人感觉好像他要做什么坏事，对不对？ 啊，你看，这就是白色、艰险、狡猾。 好的，那我们还有一些，哎，其他的颜色啊，其他的颜色，我们来看啊，绿色，首先绿色，一般来说，勇猛、莽撞，哎，很勇敢，但是有时候呢，哎，也会非常冲动，莽撞的颜色啊，绿色。那来看黄色，黄色。 那大家注意，这种黄色呢，一般来说比也是比较勇猛，很多将军，哎，很多将军会用这样的颜颜色啊。但是呢，黄色还有易怒，非常愿意生气啊，冲动啊，这个爱爱生气这样的呃性格，有这样的性格啊。那金色的金色的，你看金色的，一般呢？ 来说呢是神仙，神仙，然后高人才会用金色的脸，呃脸谱。大家能够看到这张脸谱是谁吗？有人能够猜出来吗？这张脸谱，很好啊，很好。二郎神，二郎神是什么？神仙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他是金色的脸谱。 紫色，紫色，大家要注意啊！紫色呢，在中国啊、呃、来说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好的颜色啊、嗯，正直，而且不怕高官，不怕权贵，比较正直。这个人呢，哎，比较公正公平，而且呢，不会受到这个别人的威胁，也不会怕这种，所以他用紫色的脸部，这是一般的啊，一般来说。 蓝色的，蓝色的，嗯、呃，一般来说呢，比较阴险，阴险，这种蓝也算是一个比较多反面人物、反派人物这样的呃脸谱。 那这个呢？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绘制脸谱的啊。如果大家想画，也可以这样画啊。那你看，一般来说绘制脸谱呢，先把底色涂上，把底色啊，白色呀、红色呀啊，然后再涂这种的呃比较大的色块啊，然后呢把这些小的花纹描上。一般来说是这样画脸谱的。那么也很辛苦了，这种脸谱涂在脸上，一定是不太好受的，对不对？ 哎，很重的这种色彩涂在脸上。你注意这些演员，他不是戴面具的，他一定不是戴个面具的，因为他要做表情啊，所以呢，一定是画在脸上的，直接这种画在脸上的。经典人物脸谱啊，你看关羽，三国的名将，关二爷，对不对？红色的，很正直、忠诚、忠勇，对不对？ 金色的后裔，这就神话人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紫色的比较正直，对不对啊？夏侯惇，东汉的猛将，姜维这种三国的军师啊，他是诸葛亮的徒弟啊。你看那这种脸脸谱呢，就会画八卦来表示他，哎，很聪明，很智慧，神机妙算。 这种脸谱是有象征性的啊，很聪明，很智慧，所以才画一个太极八卦啊，这能明白哈？来，我们来猜一猜啊，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中间有几个反派人物呢？这有几个？ 反派人物呢？知道的可以举手。有几个代表着不好的？ 他可能做一些坏事的有几个？三个？哪三个呢？有人说两个，还是三个？ 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呢？两个啊，两个，蓝色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哎，白色的一个，所以两个。那大家能告诉我这里面谁最聪明吗？ 谁最聪明呢？它呢？蓝色的最聪明。为什么？蓝色最聪明？对不对，不是蓝色最聪明。再想想。 再想一想啊，不是蓝色，是哪个呢？勇敢的说出来，没关系的。红色，哪一个？这有好多红色呀、啊。 他一定有什么特点？老师告诉大家了啊！老师告诉大家了，是这一位，这一位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他头上有八卦所以呢就能代表哎，他是非常有智慧，而且呢这个会神机妙算往往是一些军师啊。 这样的角色，道士啊，这样的角色啊，好的，嗯、呃。猜一猜这是谁呢？这是谁的脸谱呢？这是谁的脸谱呢？ 我们之前有说过的，哎，很好，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，嗯，悟空的，那这四个呢？ 嗯，对，四师兄弟对不对？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，你看一下啊，也是有脸谱的啊。那猜一下这是谁？这个是没有脸谱的，这是老生啊，这是老生，没有脸谱啊。但是他是谁呢？ 很好，哎，志、这、高、个、第一个答对了啊，这是诸葛亮，诸葛孔明啊，能够看他拿这个扇子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好的，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，大家欣赏一下，欣赏一下在京剧表演中的一些剧照啊，真实的剧照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那这些演员的化妆啊，动作呀。 哎，表情啊，啊，衣服啊，服饰啊，哎，这些的很精美啊，很漂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呢，有同学知道啊、呃，有同学不知道啊，没关系啊，这是项羽和虞姬、啊、也就是这个《霸王别姬》中的《霸王别姬》中的剧照。看，这也是项羽啊。 也是打斗的场景，对不对？这些动作场景啊，大家要看到。你看，这个是表演孙悟空的演员，对不对？他在画脸谱他在画脸谱。 还有这样的，包括没有的啊，哎，很漂亮的这个女性角色，贵妃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贵妃醉酒，啊，这个贵妃醉酒里的剧照啊。好，那今天课呢就上到这里，也谢谢大家能够了，跟老师一起了解啊中国的国粹啊。你可以问啊，马上就要下课了，你问吧。 也希望大家呢，这个中国的京剧总是关于在七月半的节日，呃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中国的京剧呢有很多表现传统呃文化的部分啊，也有很多这个节日啊，那这个比如说端午节呀，哎、呃，比如说这个中秋节呀。 啊，也有很多故事啊，京剧里也有啊。那当然呢，在中国当时，呃，京剧就是最传统的艺术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呃，那在很多节日的时候呢，啊、呃，中国人也会看京剧，这个是跟节剧、京剧与节日有关的啊。呃，关于鬼啊，这个都有啊、呃，神鬼、神神话传说啊、呃，鬼鬼怪啊，这些的情节也都有啊、呃。不过呢， 呃，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中国传统的一些故事啊，比如说《三国演义》啊，比如说《西游记》啊，《水浒传》啊，还有一些中国的呃这个历史啊，主要是来表现这些的啊，包括这个、呃、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很多啊，这个呃中国的传统艺术啊，改编成的京剧，这个都是很多的。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啊，一起去啊，亲自看一看啊，京剧的艺术。那这次大家在看的时候啊，你就已经知道了啊、嗯。好的，那今天课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啊，我们这个下期这个直播课再见好的，谢谢啊。